我想你保证。好。夫人，就您一个人在家里，您有亲人需要我们通知吗？就是在防守的同时，你要迎上去发起进攻，接着你就可以把他的攻击化解，借他的力量来攻击。 琳达，你怎么了？我还以为你回家了，为什么不开灯呢？你希望我回家吗？我是想，我们这么做多少有一些对不起你的妈妈。你怎么哭了？我并没有说什么呀。Bruce。 我要是对妈妈妥协，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爱情结束。你让我怎么办？过一阵子，你的妈妈就会回心转意的。我也这么想，可妈妈犯了心脏病，她住院了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我们要马上去医院。我刚从医院回来。你说什么？我去过。 你去过医院了，那你为什么又回来了？你应该留在医院陪伴你的妈妈。我不能走进她的病房，我不能和妈妈妥协，我不能。我明白了，你都是因为我。我知道，可是你不该这样。无论如何，你的妈妈她病了，你应该陪护。我知道，琳达，你爱我，同时我也爱你。琳达，你明不明白？ 我真是不希望你为了爱我而放弃爱你的母亲，布鲁斯。我谁都不想放弃，但是我没办法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我怎么办？你现在必须回到你妈妈身边去。不。
不是我对妈妈绝情，我是怕这个时候我出现在她面前会让她更生气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琳达，无论如何，就现在而言，你的妈妈生病就是天大的事情。跟我走，琳达，我陪你一起去看你的妈妈。琳达，别犯傻了，快走啊，走吧，去看妈妈。现在医院早已经停止探视了，你想让我翻墙进去吗？就是翻墙也要马上去。这束花是给我的吗？因为没人可送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生病没有任何人知道啊。中国人认为母亲和子女的心是相连的，所以我有感应。你总忘不了在我面前抬高中国人。我昨天就来了，一直站在窗外看着你。那个中国人得知您出院后，恨不得让我连夜翻墙来看您呢。妈妈，这可是非常香的鲜花，布鲁斯里特意买来送给您的。谢谢宝贝儿，谢谢你。谢谢你。欢迎光临。你知道山本刚夫决定参加下个月的空手道大赛了吗？知道，听说这次大赛在奥克兰举办，几乎吸引了加州所有的高手参赛。这是近年来水平最高的一届，那位曾经蝉联三届冠军的霍夫曼也来。